近日，有网友发现李小璐更换了自己的微博背景照片，把和贾乃亮的结婚照更改成了默认的背景图。据悉，近日贾乃亮生日，李小璐未发声，此前每年都从未间断送祝福，如今断掉6年祝福，就曾引发网友热议。网友们纷纷猜测，应该是离婚了吧，各自安好。有点心疼甜心，希望她能快乐成长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